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达克。今天来讲第三个冒险任务，Supporta Testai，就是说，这边的任务是说，有当过 supporter 的经验的人比较推荐。那大家有看过动画的话，就知道莉莉嘛，莉莉皆辛苦啊、哦，再来。想一下啊，千草也有当过，所以其实对于有看过动漫的大家还蛮有帮助的。再是谁？但是维鲁夫啊，他的 Loki Family 啊，也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，这样就大太阳了，剩下就随便选了。我现在在干嘛？就是说，我会尽量把 status 就是能力值堆到最接近，因为毕竟你要其他的还要可以用，所以要省着点。就是其他的派遣任务还要用，所以你要省着点。算是个小配包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